14日，张若昀现身央视春晚首次联排，她一身藏青色长款羽绒服加卫衣，口罩遮面，但挡不住帅气。春晚是中央电视台在每年除夕之夜为了庆祝新年而开办的综合性文艺晚会。央视春晚涵盖多种艺术形式，把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带入到狂欢之中。张若昀的现身让网友们激动不已，期待张若昀的精彩演出吧。非凡娱乐。